大家就会迎来最后一次交换搭档的机会。我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事情。接下来这项任务叫做按摩垫上的身影，每一组各派一人抽卡片，根据卡片上的指令不断的叠加你的动作，直到你的动作叠加不上去了就视为失败，最终完成动作数量最多的那一组获胜。如果抽到按摩台，就可以在那一回合当中享受一次10秒的泰式按摩。十秒，你聊过谁的心呢？观看的成员可以到旁边的座位区观看，同时品尝美味的按摩机。真好喝，真好喝！清甜菠萝全新升级，更顺滑，更好喝。哎，你觉得菠萝味好喝还是零蔗糖好喝啊？那肯定是都好喝。来吧，自己抽是吧？看看你们柔韧度咋样？一条腿放到另一侧膝，一另一侧膝盖上，一另一侧膝盖上。听懂了？一条腿放在另一侧的膝盖上。你要这个动作回去啊？对，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叠加，不断叠加。他现在就在下一个动作出来，他这个动作就锁死了，是吧？行了，下一个已经到极限了，不能叠加了。两肘相碰，啊，我都碰不上。你这个肌肉太强了，哦。摸脚后跟，好奇怪。手肘顶膝盖，两脚内拔，哎哎，就这样。咏春，叶问。来，你选吧，你去吧，你先选，来来，你让我，这刚才你怎么不让我去呢？不是，这次确实你先选。这是啥？第二排，两脚内八，一只脚踩在另外一只脚上，这怎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就你单不脚趾踩上也行。哎。哎，走走走，我不走了，我在这待着行吗？不行，走走，你完成不了你就投降，你就下去啊。臣妾做不到啊。好厉害啊。手摸小腿肚，手摸小腿肚，你不行，你肘是在上面膝盖上啊。我有一个东西叫臂长，你不知道吗？这赖了，你拿那手摸。不是，我这儿不也不算，我这儿。那你要顶在膝盖上。顶着。那你摸。跳起来了吧？不行不行，开心了吗？对，就得这样啊，不能玩赖啊。哎呦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，过去一趟。这啥呀？你是什么？读是不读不出来。哦，因为它还是一手的动作。手绕脖子摸耳朵，这就没了呀。哦，哇，假的，再摸脚，哦，大折叠，哎，摸到了，但是摸到了怎么回去呢？回不去了。再用左手行吗？就是左手摸你的啊，右耳，那不就这个意思？下一条就是把你的左脚含住。一只胳膊环抱大腿，这咋办？这肘是这样的，环抱大腿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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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，他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？那你看看有没有剃光络腮胡。脚跟相碰。啊，我这个腿只要搭在就行吧？但他没有搭在膝盖上了。就这样交叉一下碰上。他不行。把那前腿伸直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行不行？行了吗？回来吧。
两边肩膀一高一低，一条腿的膝盖不能弯曲。那我就是，对吧？现在刚才是这样，相信一条腿不能弯曲，对不对？该我了。哎呀，感觉我特像一个思考者，你知道吗？我应该体验按摩吧。马萨基，恭喜程程可以享受一次十秒的泰式按摩。哎，不能按腿，这不是肾不好才按的吗？等会儿，哎，技师笑得比他都大声。还坚持不坚持了？十秒绝对有了。时间到。你这一头一尾，起码你的腿还是灵活的。他怎么抽啊？哎呀妈呀！导演，你帮一下吧，太可怜了，惨不忍睹，真的。啊，谁帮我呀？快去！单膝碰地。我一直他现在就单膝碰地，就是你所有动作都要保持一个膝盖在地上。Oh my god！ 太惨了，太惨了。脚心脚心相对。沙哥很像一条美人鱼，还要挪脖子，就这个，一只胳膊保持直立，用腋下夹起这张牌，一只胳膊保持直立，没了。刚才那只不行吗？那只吗？这也是直立啊！你往下直立啊，沙哥！哎，对，沙哥主打一个四肢僵直。好偏呐！剩最后一个能动的，这比刚才那趴还累呀！啊，选一个，单脚颠地。他怎么老跟腿有关？对，走回来啊！那可以，白鹿够，白鹿够不了。快，这一趴是属于你的游戏，我都没玩过你，快！The zombies are coming！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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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我膝盖要着火了，膝盖要着火，膝盖要着火，耳朵也着火，等等，来哪个？最右边那个吧，这个，马萨基。怎么像在放烟花呀？时间到。高虎哥，用下巴夹住牌。哎，啊，那我又抓右，你抽到了两个右手。行，我失败了。你解脱了，子弟啊，解脱了。你看这负伤的这个，匍匐前进。单腿直立，你这个姿势再立起来就好了。拖起来，大功臣这是。后边兜一下，这样。我就摔倒了，我这还死死夹着呢。哎呀，你看这夹的已经都夹湿了，我的妈！好，这一轮结束。哇！哎，你的马杀 ，right now。第一轮有三位成员是打平的。接下来是第二轮，
我觉得真的是很人性化，那边我们战损，这边修复，修复。这把有的看，这把是血战到底啊！这把血战到底，谁先来？这把有的看，这把是血战到底啊！这把血战到底，谁先来？毛文帝先，我先吧。一只脚高度超过膝盖，我觉得你先选一个地面动作好一点。地面动作是吧？一只脚高度超过膝盖，脚超过这样是吧？对。这个位置怎么？这个位置有毒。一条腿放在另一侧的膝盖上。这个位置的起始就是这个样子。下巴碰膝盖。哇！一来就这么狠的吗？上来就这么狠了，这个位置也有毒，三弟这可难了。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把的这个强度啊，强度了。膝盖相碰，膝盖相碰。海哥，双腿交叉，交叉，哎，接着抽吧，下一个。我呀，对，凯哥。一条胳膊抱住大腿，双手合十。啊，对，我手没，我俩手都没了。我觉得我们俩运气比较差。你比较差，我还行。一边小臂紧贴大腿。哎，好累呀、啊，好心酸啊！单手环腰，胳膊贴住耳朵，一整个把自己锁住了，这样对吧？你想怎么回来？我问问你，不是周深感觉特惨，周深不是周深感觉冷，莫名其妙的感觉特别又冷又饿，就是，massage。用肩膀和头夹，夹住刚才一模一样，你俩一模一样，我是用胳膊肘，完了，我能感受你刚刚那脖子不舒服了，是吧？你是忙什么业务？给谁打电话呢？又，哎喂，啊，啊是是是，按摩的按摩的啊，行行行，一会儿回去吧，我帮他吧，我帮他，来，你要哪张？第二个，这个啊，马三进，马三进，左手捏住鼻子。我俩手都没了，这脑袋就得放鞋了，脑袋就得放鞋了。那咋回去啊，兄弟？咋回去啊？海哥怎么逐渐变成了我呀？嘴巴碰到手背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很简单，哎，这行。把白抵在右边眉毛上。这个暂时只能这样。你唯一的一只手也用了啊！这些你要撞到我了。这个只能是这个，只能是这个。如果再卡一张牌咋整？我看一下。马三姐 ，Come on！ 就这姐姐贼喜欢王鹤棣，刚才都擦出火花了，有点。可以了，哎 ，no， 不可以 ，no， 弟弟，脚底板是不是扛不住，有点 ？OK 了，时间到了 ，OK， 时间到了，可以了，高兴的呀，喜欢 F 四啊，再来一张。再来一个马杀鸡，马杀鸡，天选马杀鸡啊！马杀鸡，这个高兴的又到我了，吃吧吃吧，给你的剧好多人长都不。
笑的眼睛都合不拢了，这是。很胖的。哎呀，到了吗？好，时间到。OK。深深，你要不放弃吧？哇，脖子要扭了。一只眼睛有点累，白热化阶段了。可以啊，我先点播马杀鸡。到我了是吗？马杀鸡，头扭向一侧，还好。这样免了吧？谁怎么了？手背碰到肚脐。周深淘汰，太屌了！周深解脱了，快回来吧！满头汗。你是拼命吗？观众是能看得见的。不行，屁股着了。屁股着了是吧？屁股翘起。翘起？怎么翘起啊？我可以帮你一下。不行，那我手合不上。那你就得站起来。起来吧，站起来。凯哥，我这是什么酷刑？随便来一张。用下巴夹住牌。What？ 极限，真极限呀，哥。凯哥淘汰。尽力了。Oh no。单腿站立，这绝对的核心力量。哇，这太考验了。就我和 baby 姐了是吧？啊，对。来，血砖到底。哪一张？这张。哎，对。你说快点。赢了，给你好了。赢了。你是马杀鸡王母吗？马杀鸡，太难。恭喜范丞丞和王鹤棣组，你们是这一环节的胜出者。